好手王麒麟李阳挥出奥运男双二连霸，李阳退休，王麒麟打算再战四年。20日首次与21岁新搭档邱向杰组成麟杰配。新搭档向杰呢，要代表土银羽球队向我们的麒麟学长献花致敬。两人合拍首战就以21-16、21-13直落二击败世界排名第8的日本第一男双宝木卓朗、小林优吾，闯进日本公开赛16强。王麒麟的前搭档李阳也专注赛事。脸书po文标注提醒他的大宝贝王麒麟认真点，王麒麟不忘回复报告李副教授，我会认真的。网友笑翻，李老师正在观战，一种没我事的松弛感。向姐也是属于非常进攻非常凶的角色，所以也不用，我们也没有局限说谁要在前场谁要在后场，我们可能就是会以可能轮转去给对方做压力。林杰佩两人身高都近190公分，全新双塔组合抢下首胜。而羽球好手戴资颖日本公开赛以头号种子身份参战，只花29分就以直落二开出红盘。三立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